今天我给你看一下我妈妈生气的样子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不是你妈，你爸才是你妈，有什么事找你爸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刚那女孩是谁啊？我女朋友啊。我们什么时候分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上次吵架你把我微信手机都拉黑了，我以为分手了呢。我只是想让你哄哄我而已。微信手机都拉黑了，我怎么哄你啊？给你起床做法，给你烧元宝蜡烛吃是吧？下去下去，这我女朋友位置，下去。笑。哎，你们都喜欢小哥哥，把小哥哥让给你们，我喜欢大叔，冲我来。请问今年去哪里发展比较合适？西北。为什么？最起码饿不死，有口风喝。哎呦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我说话都不讲信用。哎，先生你好，保洁。你都等会儿，你谁呀、啊？我保洁先生。不是，我找的是一阿姨，怎么是你呢？那是我妈，我妈病了，我替她。不是，那你这不属于骗人吗？啊，那你能把活干好了吧？现在我干的也挺好的。不是说出去出去干活还干什么呀？你这小姑娘真行，走。你干嘛去？看咱妈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什么病啊？我发烧了。啊，喜欢吃点啥呀？他哪那么多呢？超市看去吧。哎呀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到了，老板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老板。怎么？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我想用一下车。用车干什么？我妈今天过生日，我想回去陪陪她。你妈今天过生日？对。那你准备礼物了吗？准备了，我买一个生日蛋糕呢，在后备箱呢。你妈过生日你就只买个蛋糕呀？对呀，那我需要再准备点什么吗？你怎么一点都不懂老人的心思呢？啊，老人最需要的是女朋友呀。那我没有现成的，我现在也不可能再去找啊，太晚了。我呀。真的吗，老板？对呀、啊。那咱中国人不能再骗中国人的啊。当然了，我是骗人的人嘛。行，那我可当真了啊。可以啊。行，那咱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怎么车里这么香呀？啊、你是不是泡妞去了？哦、我没有啊，我今天买一瓶五火香薰，你可以闻一下，老板，是这个味道吗？好好闻呀，还挺漂亮的呢。对呀、啊，它不漂亮能为你准备吗？是为我准备的吗？那肯定啊，它的香味不是我接你的时候显得浪漫一点吗？没想到你还听我情调的嘛。那肯定的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好。保洁，嗯，我需要一个学生，他买了一双五千的鞋。五千的鞋？五千的鞋？你也想要吗？因为他要吗？贵点，真羡慕。对，那你这个穿五千块钱鞋，同学他成绩咋样？你没有好。陈经理你好，嗯，那说明他这个鞋对他成绩没有帮助，嗯，是吧？对。如果这双鞋对你成绩有帮助，我给你买100双。妹妹，他确实是没有帮助的。妹妹，我给你我妹妹。妹妹，我给你想试试几年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。你要五千块钱的鞋啥用啊？对呀、啊。你要一双五千块钱的鞋？我要啊。你要一双五千块钱，你挺能长高。我要，我没手，没手。挺能长高。没手，我要，没手，我要。挺能长高。妹妹只是羡慕而已。嗯。羡慕很正常呀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打父母的钱不是黄汉，靠自己本身挣钱才是见本事。你好了，你上大学了。本人愿以微薄之力收留一名单身男子来我家吹空调，你说几度就几度，毕竟太阳无情人有情，能帮一位是一位。